租房子的阿斌。啊，是你啊！我是房东啊！哎，你叫我采访就行。给你试试汗，给你擦擦，给你买个，有点难受。啊，我那我有药，我给你拿去。给我打保姆，男保姆，你都是个保姆了，那你还不有点规矩吗？嗯，这么难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干嘛去啊？我送个人去啊。送人？这，我看你就想把自己送回去吧。我，哎，我都知道了，来这边说。啊，姐，我刚让你带班，傻。没有姐，我寻思我在你这住确实挺麻烦你。而且我来杭州这么久了，我也没找到工作，然后什么？然后就跑路了，就那么点志气。没有姐，我想着先回老家缓一段时间。你缓一段时间，那你就把我扔下了。我不是姐，咱也没有谈恋爱，说什么扔不扔呢？那都住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好朋友都是吧，走了也不说一声。姐，我不想麻烦你。麻烦什么？啊！我哥的话没太放在心上，我跟他说过了。啊，那小帅哥他没说什么吗？我哥知道你是顾客以后还挺不好意思的，需要跟你道歉的。啊，姐，那不用你。不是姐，那你什么？你还相亲什么？你想让我去吗？我不想。去了呗，那你也别回去了。啊，姐，我票都买完了。姐，你放心，我就回去待几天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要不跟你一起回去吧？啊，不是，姐，你别逗我，这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走。姐。